活的，有点意思。谢谢林业的办卡，谢谢。我说你要他1080的，他成不了八开心吗？他只能。好，那就是，我就感觉上看起来这个东西啊，清晰度没那么的奇怪，因为它是1080P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你要在这上面放吗？哎，那边拍的还蛮快的。我问一下，你们是只用外面这一部分，里面一部分用？哎，里面不用，里面不用的对吧？那可以的话，待会儿他可能四点形容一下你吧。可以，反正你也不收音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里面主要是有一个那个环形灯打亮的这个门，其他的没有任何东西。啊，反正我跟他说一下。对，反正他是可以现在布置吗？好，好了。好了。你这个怎么立起来？这画面能比吗？可以。你要放在哪里？你就帮我看看着对着我就行了。对着脸，不会被放。对着腿还是对着脸？那是算了，翻转一下。这。对，就喊就行了。那你看这个样子正好。你看起来好看，你怎么没看起来好看？没有，就直播的整个画质来讲，这种它现在这个情况绝对是很好的，这个画质。那为什么加的是个青蓝滤镜啊？因为我加的是暴露。哦，素颜会不会听得清？不是，关键是你现在是前置摄像头没有到位，前置摄像头它的清晰，它的那个。那你的意思是把手机镜头反过来，然后后置摄像头冲着它？对，后置摄像头是前置摄像头，它方便它自己看一下。对，它自己看。哦，那我把磨皮美白都关了。你不用关。你不用管，开着就行。开着没关系，开着关着都行。但其实是没那么个必要的，因为它的话本身是码率压缩加上它的那个同时的，而且你离得这么远的话，你的脸大概就几个像素大小。其实，直播的算法很奇怪。你蹲着，蹲着，还有别的动作吗？什么补月动作的动作？我觉得拍蹲着的话，比那个拍到那后面的硬。但是没有坐着的是吗？也可以往前蹲，也可以。怎么横着坐着的姿势？坐着的话，你坐着没有？没有坐着。可以往前伸。后面那石头能搬一块吗？跪着不是，实在不行我可以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桥给它横过来。不是，你的高度是现在差不多这个样子，差不多的。你要再跪就太矮了，你还是蹲着比较好。蹲着比如一只腿在前面，一只腿在后。啊，天意啊，要不把这个桥我们直接斜一下？先不用，先这样吧。先这样吧，对，我们先把该拍的拍了，然后我们再拓展。好，我们换一个，再摆一个动作，然后我们就换一个28的广角。有附近。我应该在这个位置。朝上，哎，对，不要太低，不用太低，它是眼神，不用太低的位置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怎么样？准备三。对，对，抓三，二，一，走。好，你看下面这个镜头吗？哦，我看到下面的。再来一次，补一条，我看一下，再来，预备一条，准备三，二，一，走。就你往上抬的时候，不要把下巴露出来，你就轻微的那种。好，试一下，动作幅度小一点点。好，准备，哎，别动啊，我对一下焦点，你先往前伸，我看一下焦点，看窗框啊。好，很清晰。好，准备，就这个位置啊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
好 ，OK， 很好。好，我换一个28拍拍他腿，拍长腿。28。对光照。你走对光照。对光照。然后镜头解锁，解锁镜头。你接那个镜头。好。这个给我。看下卸镜头。好，装镜头。这个步骤有点多。装镜头。锁镜头。以前松下的那些加灯光照，这一下起码7-8分，对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话，我要先找这个镜头，再把它拆下来。你这这个螺丝感觉对歪了，好像是。啊，没事，镜头就这样，咱们掉下来，掉不下来就掉不下来就好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就是站着蹲下来。好，等一下拍哪块呢？待会儿，那我这根光的话，就要跟着他眼睛了。啊，不用，你就要在中间那个位置。这个灯已经入镜了。这个灯已经入镜。哦，那个灯，这个灯，等一下，这个灯是往后一点还是往高？往后退一点。只能往后加功率。对对。功率你看要不要加？我看一下，不用，功率不用加。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，我在这边拉，往高一点点。高一点点，好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已经没有了，已经没了是吧？对，我在镜头而已。好，焦点。看一下我。好，可以了，起身。还有一个蹲下来了，手往前伸，对，好，怎么样？三。哦，下面还要给他补光吗？先不用，三二一，走。这个时候没有人放大，看不出，也看不出他的那个情况了。好，再来一次啊、哦。腿往前伸啊，啊，不是腿往前伸，是那个手往前伸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蹲着摆着，把腿往前伸，看看那个大长腿。坐着。蹲着，对。一直蹲着往前伸，哎对，哎对，好。能坐得住吗？对，哎，不，腿不要动，直接动上面，腿一动可能容易低俗。好，你往前倾，往前倾，哎，对，我对焦点，你等会儿动作是往前倾。不是，就这样。好，把你居中再给你，正好居中。哇，这看起来应该更好看。没有。那水入镜了，那个红色的东西拿掉，地上。那个啥、哦，这是什么粉？你放个别的，放个不是红色的，放个像一点日式的那个东西放那。是这个吗？对，它挡着那个东西，那是什么呀？这是个烟雾机。啊、哦，这个是吧？啊不，你那个烟雾机放那儿，等会儿要用，弄东西挡一下它就行了。没没没，拿掉拿掉，放那边太空了。那不有个白色的吗？你后面，不，你后面有个白色的。那太空了，它有线，不行，全部暴露了。你要弄个伞挡。白色的那个伞。对对对，开伞，你把那个烟雾镜还放在那儿，然后。这个伞可以。对。虽然破了，但是。你把破的地方朝下。往回退一点，离太大太大了。对对对。太大了，往那边退一点，太大了，不是让你挡的东西，我来弄。
你不是要挡住这个阳光镜吗？不是，你不用全部挡住，你动，你说你看在这里，你看啥？对，哦，哦，那是 ，OK。哎，好，哎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挡着个灯，要不然那黄色的灯都挡不住。嗯嗯，好，又到这个位置了。哦，你的灯棍儿。脚，对，就往前伸那个。不要不要说说的不好，往前伸些有点长，往前伸，不是你刚才那个不是这样的，刚才往前伸的，往前伸，往前，不腿，左腿向这个柱子靠，对，伸，再往前伸，再往前伸，对，越伸越长，啊，昨天刚有人问我你的胡桃为什么穿高跟鞋。人字拖的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昨天刚有人问我，那我们外面买个人字拖、啊，也有人说了。啊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嗯。我看你们还问他，我又不是还原的。二八真的是，我看一下，哦，但是那个人字拖也太丑了。嗯。好，往前请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小姐。哎，别动啊。哎，好，准备了，好，准备啊！突然就要变宽屏，好，准备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它黑色的线太多了，线头。嗯。哦，你等一下，我看你啊。你还要再补一条吗？你要补一条的话，我知道有一根线，我知道能怎么灭掉。那个黑色的线能灭掉？就这个角度，这个这一个。这黑色的线能灭掉？当然了，给我段时间。那个、把它灭掉，黑色的线，然后再补一条。对啊，就直接把它灭掉。嗯。然后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。墙上有这个什么东西？对，哦，是那个树枝，那个树枝瓣，我来吧。这这一根树枝。这是一根断了，这根照反过来就。我感觉有个树枝。反过来就好。好，很好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好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搞一条最完美的一条。嗯，好，怎么样？好，你先往前请，我看一下，稍等。好，非常好，来，准备。三、二。一走，好 ，OK， 哎，不错不错，完美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拿伞。来把，找一把，我到里面找把杆。没错的。啊，等等等，我再拍个这个超过九十五。九五。啊，不是九十五，这个十五，十五胶带。哦。再拍个大，真正的大场景。这个你不用拆啊，九五，十五上又没有滤镜。有。十五没有啊，把这个也拆了，把这个可以，对，也对，十五你装的估计不用，那就不要装了，对对对啊，因为它装的，昨天我们不是试过了吗？我知道它两点八的光圈搭不上，那你要哪个？那是十五吧，我就不要滤镜，它是两点八的光圈，我这儿开了1.4的光圈，我记得昨天它就直接没用过，对，因为两点八之后。它跟那个1.4的光进光量相差很大。对，真是。好，瞬间轻了很多啊。瞬间往后要仰了。对，应该往前去了。好，对，差不多就这儿，就这儿拍个站着。就上面那个棚的稍微有一点点路。对，我再往前去。它是往前走，或者你往前稍微动这么一点点。哦，不行，它头都抬到了。
后期裁，后期裁。后期裁吧，你索性开大一点，后期裁。对。好。这样对焦了。嗯。就会两边全出来了，可以的，都有。那边就插个灯了，刚才之前那个灯拿到后面去了，是吧？对。有没有这个？到里面看看有没有这个。看看里面还有没有能再抓下去。再找一个灯，最完美的。嗯，里面没有灯。我，对，不对的声音。有吗？没有就算了。没有就算，我们加紧拍，然后可能有人要来。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好，放在那个伞旁边，伞伞前面，放在伞前面。哎，对，好，太多了，补一点，都要挡着全部伞。哎，好 ，OK， 那好，就这样。我错了。他那个，他那个，他另外一个。哎，对，啊不，不是，他哪个都插不进去，这个插插头好像有点问题。你看吗？好，这个插这个，哎。不是插上面的，上面上面那个，都插上面的。亮，好。对，完了，不亮，开一下看看。哎，啊，转转转，不要黄，转成白的。对，就转这个，转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是亮度。那个。不是，还有一个。啊，这两个，这是它最黄的，最绿的白的状态。哦，对，有什么？哎，好了。好，我们赶紧看，准备。二，一，走。好，转个半圈，转半圈。好，不讲了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再来一次，是左边转到右边，然后对着镜头多来几个，准备，三，往后推，哎对，三，二，一，好走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拍一个大小的，角度好。那边那个，还有更近吗？怎么？怎么？哎，不不，你放着，放着 ，OK。自己人。没人都开这个。确实啊，确实啊，因为你开了美颜以后的话，你脸上的那个阴影会没了，就没有那么立体。你声音开着了吗？哇，它白色那个，哇，白色的太多了，对，是不是该换？对，那你低着低着蹲下来，蹲下来别往前伸，哎，就是我们来，还是要刚才那么高，我果然不能从下往上拍。没有，从下往上。你小心后面这个石头。嗯，好。换成大黑普通模式。
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用那个什么，摄影师是自己人的那个视角溜一圈儿，是吧？来来来。好，放回去。太多了会不会？太多了会被斗鱼超管警告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找找你的角度，尽量避开了，这样子。谁知道啊？斗鱼他们，斗鱼超管不是封起来的话，完全不讲道理了。好，好，我们怎么样？没事啊。对，你的脸比较强，所以就更准备。好，好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我要到这个位置。对，你这个身体，先收回来，然后再伸展。好，准备。啊，对。好，准备。好，不要吵，快准备。好，开机，三。二一走，好 ，OK。周周的身体再往左侧一侧，可能会更好。往左，往左侧。我还是倾向于让他往右侧。往右侧。往右侧的话就比较大。不是。是为了让能把这个片子发出去，往要往要发出去，那就得往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让它往左侧一侧。哎，我们再来一下，因为你这个角度的确是。好，补充一下。好，对，你不要太侧太多。来来，不要不要再侧。往左，往左一点。啊，或者我从这边往这边。对。没事。就是那种看着身子好像是正着的。从这边往这边推，怎么样？三，坐定位。这个等待焦点先看一下，哎，焦点在，好，准备。穿的这个。好，怎么样？三，二，一，走。你又不经意的往那边去了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就不要，你甚至不要往前，就光抬腿这个动作试试。好，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哎，哎，可以，好。好，快闪，快闪，打闪。好，我进去走。抢一把，白色。好，28，走起来。走一把。在那个外线上面，对，就是有个外线，你看到吗？外线那个，嗯，是月底吗？那万圣节吗？那个不是，就拍的完了，拍的自己啊。这把伞是没错的，就是稍微有点小。刚刚那个伞是漂亮的。刚刚那个伞就是有点破，破的伞，你可以拿。就不要换了，继续走。好，我回收了啊。你得跟着打伞姿势，那个破的地方可以擦。好，那你出不来了。不出来，我就干。不是，我强烈建议你干脆单腿朝后面，然后你这个架子转一下会方便一些。对，是这样，好看。嗯，不要走脸上走，走脸上那个光。焦点。
关系，现在没在拍。好，没在录了。这直播间不？对，直播。不，我再调一下，让它能够露脸。啊，这个样子。好。好，看我。可以。对，不要挡，不要闪，不要挡光就行了。好，怎么样？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OK。嗯。来一个闪的蛋，半身。半身给我，那么我再看一下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动作。可以把伞转一下，然后这个破的地方就正好在你身后。之前的那种。好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准备下，不要打光就行了。可以往挂那边去，挂那边也不要穿，那就打。啊，好，怎么样？好。来，你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 ，OK， 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开武术。好，换武术。很大颗，然后把美颜给关了，好奇怪的你。我会跟进去，都改进了。好，我始终感觉你这个东西好像是螺丝上有点问题。嗯，太难受了。好，把美颜关了。是，但是很奇怪，它就是有点问题。好，所以你们分工好了和我说一下。啊，应该快了。我们还有就是打伞的动作拍一下，对吧？好的。打伞的。肩看的时候很顺畅，回放就会很顺。你是拍的话，基本上很多都一两条就过了。对，那主要是模特，你要是说客人的话，对，还是就一两条，就他这个放大以后，还比我这个像素还高。你看他一个角度。什么？你要截图吗？嗯，当时有截图。好，开始准备，开始，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可以。没错。站在这边拍的话就是好，我们来一个就是伞挂在那个肩上那个特写小动作。那么你蹲下来，我看看。对，打个伞蹲下来。哇，什么声音？没事。啊。啊。这是他身体那关节的声音。嗯。问题不大。蹲下来，
做点小动作，不用那么大。就慢慢抬着看，看镜头。对，你先看那边，再看镜头就行。好，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有点眨眼了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哦，不眨眼。你可以睁眼就睁眼，但不要眨。好，我看一下焦点。吧，觉得这个就是这张就是照片。你看我全程连拍就知道了。对，你可以往这边稍微来。哎，好，够了够了，太多的话那个花就挡着你。喂，哎对。正好在两个花中间。对，好，怎么样？我们先来真全程照片来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 ，OK， 好，伸手的那个，一只手对，弄来，来对，不要在光前面，好，来对，好，好怎么样？三，好，准备三，二，睁大眼睛，二，一，走。很棒，好 ，OK， 非常好。你有自己，现在到你发挥了，你有什么想拍的那种？对，你自己想拍的说。我们觉得我那边也差不多了，要开拍你想拍的。我想跪着。跪着，好，那就跪着。完了要搞拍个搞黄色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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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只是一些创意动作。啊。你是让这个小要帮你要调鞋吗？要还是要怎么跪？你这样的直接跪。还是不要那个直接跪在那个温泉旁边，就把这个桥拿掉。直接温泉旁边墙了，掉。如果直接跪在温泉旁边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桥放斜过来放在这双。什么鞋？还要护大护小吗？看我这边白的，这个相机自带一个去黑圈的。哎呦妈！干碎几个石头。对烟雾机拿掉，拿掉。烟雾机好，挪开。我跳舞，你给我刷刷礼物嘛？哎，来了。你就这样试一下。好。我看看这个。没有，这个是视频，这个是抖音，不是写真。这个是抖音。就是那个有那个摄影助理，这个客人就是怎么换镜头，怎么样去，但是挺贵的，要一万多。你想为什么跟小李玩？我的美颜关了，美颜关了。美颜关了，没有影区。反正你没见过我没有看美颜的样子。需要视力达到5.3以上。我这个电影是有截图吗？没有。截图可以发于他的。好吧，回去我看录像吧。然后把这个白色灯要打到他那边。这个位置够吗？有的。好，我先装。然后那个，我就往这边来。
不是，你先往前，你先往前走，哎，对，好。主光要不要靠近一点？对，就要近一点，打得快一点。把那个给放到。好壮啊，你拍。把狗灯靠近，不要打那个。我先把这个，我这个我要调过来。后面的那个60要到他头上吧？没了，那个啊，我得去调过来。看我高兴。看我高兴。在厕所摸一头一下，好吧，赶紧上班去。好奇怪啊，都。我在想，这个时候应该给你放在这个位置的，又不会入镜，感觉视角应该会很不错。这个背包卡。就是我看那个小姐姐拍的，她是这样子拍的。不好，这个趴着的，就是你跪着趴，你要讲清楚，趴着好玩不好弄。趴着这个树得弄掉。你先跪着把肚子拆了。我都是这样子，拆掉什么地方？就是这个情况。你看着我这，我感觉这个树，你这帮还是太好了。彭主，老板，我看角度给你对对对好。要比他做广告的，那不行。可以，这样的角度就正正好。还有个小炫光在这里，信仰圣光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应该是这个角度就够了。对，这里就。我感觉下来少一点。好，可以。哎，走，准备。好，怎么样？3、2、1，走。好，OK。好，还有什么吗？能坐着吗？能坐着。就是横着坐。不是你教我的。不是我教你的。哎，你还说，哎，我不会这种动作，你们帮我想。然后小姐姐来，全是你教的。我什么教的？对呀，就是上次嘛，也是在二楼的。哦。我操！会不会被自己吵啊？要不要脱鞋？不会不会。
所以小姐姐要穿木屐。不，如果要是觉得他们会吐槽的话，你可以试试把鞋去掉，就是裹足的那种。不用了，你不要说了。这个我不用。来，我看。嗯，反正有节无界还没找我呢。所以你看完就找你了，小腿放松。小腿放松，手动的，你看，排队。好，腿放松，好，准备。好，准备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，可以。不错，对，我就看你那个。对，因为他们手艺不错。好，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两个平台。那我叫他去。好，还能调整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拿上你就行了。啊，好，就主要这个队形。对。哎，你看这把红伞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啊，我红点有没有白的带一点，四彩带一点，没问题，我找蓝色的带一点，我找蓝色的，我拿了带一点啊，嗯，白色的，刚才他指着的，这边有一个啊，这边有的，从哪里找的？我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伞了，对，哎，我拉远一点，我稍等一下吧，这个定焦头太熟悉了，好，准备，三二一。哦，后面有人，等一下，我乌鸦过去。好，这样好，黑的我。对，能撑开吗？后后面。等一下，换个。哎，这样可以。稍等一下，哎，他这个有点小。可以，你给我换这个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绝对够了。你想吃几张都够。可以，我需要九张。日常发微博可以发两次了，九张。好，我们准备了，再来一次，有一样。你先看我镜头，把焦点再确认确认。确认焦点一点是不是？还行，因为它太清晰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准备。好，准备啊，三、二。一走，好 ，OK， 太牛逼了，太牛逼了，0510当地的手机号。诈骗电话。那么你就测着。请问你下载？测着要补拍吗？你听说吗？我想想，那个单位补拍一下。因为贫穷，让我不可能被骗。只要我到底没有钱，就没骗子就骗不了我。你拍一下，怎么样？就刚刚那个车。
骗子自己骗谁还不一定。反正光够再不够，白的跟晚上的一样。那我就放到你镜头边缘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吧？哎，对。哎，这把很漂亮。这往那边去，它就是哪里都可以。这是高跟鞋，高跟鞋要有一个漆面高光，啊，很好。嗯，等一下，黑胶啊，拍我一下。好，小军，拿我的电话，先不管拍完这个，拍片就好了。准备三、二。走，好 ，OK， 好，完美，这条动作，好，换一个动作，游戏的电话，喂，游戏的什么电话？还有这儿，他是不是？我感觉是这附近的，对，他刚接到，我又接到，有可能，同一个电话。尾巴掉水里了。衣服租的。衣服和尾巴。哦，尾巴。啊，尾巴在。尾巴。尾巴在水里。尾巴其实。哇，听到声音。那怎么办？那你干啥去啊？那能怎么办？都已经掉进去了，都放在里面了吧？那怎么办呢？继续这样。那你还要你换一个动作。对啊，换别的动作就好了呀。那还是这个样子。那你转过来也行。哎，对，转过来。就怕我看好这边。短一点，特别短一点。你也短一点，知道吧？你也短一点。就腿朝哪边？腿朝那边，腿朝这边是不是短了一点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挺长的，挺长的。不短，不会有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专业。嗯。就、嗯、我看那边，还看这边吗？你刚才看哪了？你都看一下，你先看那边，然后再转过来看这边。哎，对。嗯。你先看我一下。好，准备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拍个，腿朝镜头的。那你是不是要再把它擦开了？你这哪里去？要带到这个脸部，是吧？对，你反过来，你反过来，锁起来这样会用，对，这样，反，这样会也行。对，跟他腿啊，他腿不是腿在前面，不是腿往前伸，对，向镜头前拍的。嗯，人有打过来，照片电话，同一个人。对，结果还是无锡的吗？不是无锡的，换成了一个。那号码是随机的。对，不见了号码，不见那边没有我的客户，所以不可能是结果找我的人。你马上有也许是火车站上。快！有基站。我太穷了。下线基站，都差别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 ，OK。哎，老师，你这样卡多少钱？还有一万多，换一个那个十五的超广开大的就完成十五，超小，这个，对，一共就一万十五，就最小的那个。哦，这个空间接到这个黄，可以，应该可以，现在可以不用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放到那里。
再亮一点吗？你那边就主要在这边的话，加10%。好的。好。OK， 这样丝袜也亮了就。对，你是站在这边。我直接在这里吧。OK。好，怎么样？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 ，OK， 来，好，我们换衣服。差不多，一条裤。当心，然后到上后拿点石膏。好。衣服是在让啊车上面有。去把什么时候靠什么买下来。拿那个玩儿线。不是写真，是抖音啊，拍抖音，过程的抖音，不是写真。没有看写真，去推特上看。推特都被你们冲没了。我要看照片怎么给你？我手机在哪？咱们你另外一个手机是？对，身份证那个。谢谢。麦克12104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欢迎我数字哥。还没过年了，别跪了，谢谢老板的飞机啊。修好方向还是原图？你要？你调完色了吧 ？OK。感谢了。谢谢老板的飞机，谢谢。你去换衣服去吧。咱衣服呢？咱衣服在哪？那个，你到上面。他换哪套？换这套。就给他。对。给他。从这儿。从这边。这边他有电梯。你们在这里等那个楼梯。我跟你们。内看美颜，内看你丑妹变形。谢谢麦克老板，麦克老板抢微信了吗？我们再补4个飞机可以。刚刚是电梯，欢迎罗志祥。欢迎我数字，咱们把五星人头凑一下吧，还剩4个。
地方有 WiFi 吗？有，一样的。哎哎，谢谢谢谢。对，到时候他应该跟我连上。哎，好好。你这个棚子好好哦。谢谢。无锡就没有。应该有了吧。无锡没有。你重新刷一下，我给你找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感谢关注，感谢。我换衣服了，不能给你们看，换一套原神的，对，红底的。欢迎我黄项链，我摘假发了，就是这么真实。我其实真发是个短发，真发是个短发。其实这都是我的伪装，你们节目上看的也是我的假发。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！没开美颜了，天啊！跟你们说的，我都不敢开美颜了。其实是个秃头。今天没有割，我的胸很小的，我的胸很小的。我换一套原神的衣服。有人玩原神吗？这拍的不是写的，不是付费的，正常的抖音，拍的抖音，哪有刀疤天呐？狗都不玩，狗都不玩。没有吧，就是拍着玩的，抖音拍着玩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还得给摄影钱呢，给摄影师钱呢。感觉上了节目也应该对吧，后续也拍点东西蹭蹭热度，自己蹭自己热度，所以就穿着跟节目一样的装，然后去拍了一套，感觉会被骂死。我的胡桃穿了高跟鞋，后面把腿截掉就行了。如果有人嘲那个是高跟鞋的话，把
把脚给截掉就好，赶紧拍风行就好。我的天哪，风行那个好贵啊，那个 cos 2000都预定不到。为什么不穿人字拖？建议永劫无间后面胡桃出个穿高跟鞋的，可能吧，可能。冰女，一会儿就有腿了，一会儿还是个高叉的，就是她是个魔女，然后是兔女郎的设计。我觉得原神王的人设也挺那个。嗯，挺性感的，就画的挺性感的。我觉得吴建也还可以。虚空假面，我妈 cos 个梦马，吓死你！好吧，不说了，今晚上 cos 两个梦 ，cos 梦马再来个颠勺。冰女至宝，水晶侍女，水晶。啥玩意儿呢？还带个虫，那不是骑狗的吗？看吧，我一会儿是要去坐赶火车的。哎。好了，下一个赶我的绿皮火车。轻声音，笑死欢迎进入直播间。我在搓丝袜。好了，丝袜脱完了。真应见外了。这个怎么穿呢？睁不开，开玩笑的，逗你们的。我换完衣服可以给你们看。
这套可能就是一个万圣镜，原神这套就是个万圣，马上快万圣节了。是不是给我拿错了？他给我拿了套克勤的衣服，嗯，好像有点意思，好像有点意思，不是那个吗？他。10月底做一场环球影视直播挑战，只有鱼翅和奖金这样猴子，没有出场费，要全程2天2到4个小时全程。喂，他好像拿了一套克勤的衣服给我。啊，是克勤的吗？啊。啊。啊，好。完了，拿错了，拿了个克勤的衣服。克勤的话需要那个，需要一个剑，也没有剑。白色克勤也可以，喜不喜欢看克勤也可以。完了，这俩袖子就是克勤，红日。颠勺难受了，一会儿换个衣服。啊，我这样会不会超管警告我是无意义直播呀？小电大乱斗才知道克制对面的象牙想象。象牙猪面包不知道变他妈猛犸，不然是光头猪不爱了。面绝师太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！我就一直是假发，我就一直是假发，我从来就没戴过真发，被你发现了。哎，我就弄怎么着，很吓人吗？师太饶了老衲吧，太吓人了。
感觉我后面就不怎么播了。我身份证还在后面，想知道我多大吗？我不告诉你们。奶是真奶，干嘛呀？还假奶？直播的时候会塞袜子。资料上写 C， 就一点点大。好吧，哪次有机会跟你们出个泳装直播，好像泳装直播不会怎么样哎。人均36，22岁老阿姨，哎呀，我他妈的真的是，我是感觉知乎上骂了两个人，结果那两个人就召唤他们一堆小屁孩，然后都把我给冲了，然后把我知乎都给冲了，好恐怖。说实话，真的，宁愿得罪君子，也不要得罪小人。他竟然说我老阿姨，我的天哪，那他妈！他妈是不是得老得入土了？可恶！反正也是，我再播3年我也不播了。两个人，然后他请了一堆皮小将把我给冲了，就会狂骂我，就一直骂我，就是怎么说？就一直骂我鸡，一直骂我鸡，一直骂我鸡，我的妈，头疼。我只是做过淘宝模特和腿模，就这么骂我，天哪！我就说一下，提到老阿姨这个词儿，尼玛是谁呀？谁那么小人啊？太可恶了！皮小将是什么？就是那种小孩儿，就是那种小孩儿，就是一点点大的小孩儿。可能就刚上学会上网，然后刚学了两个词儿就可以在那里骂。欢迎直播间，妈，幸好有你们，不然我真的要死了。真的最近被网络暴力的太狠了，我在等衣服。那这群皮小贱啊，就是直播就是我的工作，然后他们会骂，就是骂整个直播这个行业的这种类型的主播都是鸡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弄。对啊，这套是客气的意思。是的，是的。就如果你就已经就是你不是一个公民了，我发现。就已经是那种什么所谓的那种小型的公众人物了，就得注意自己的言辞，还得注意自己的言论。如果惹到哪个小孩了，就会被全体人攻击、网暴。那他们施暴者是真的牛皮，你也没有什么反驳的能力，就跟虫一样，就是。你说一句他们能回10句，后来我就不说了，我把那些话都给删了，我可真的不敢得罪他们了，服软了，再见。就你们遇到那种网络喷子，不行，我直播间得传递正能量的东西，网络暴力只让我一个人。让主播一个人承受就可以了。
这套是可以把它放回去。发我就上套，哇，你说的好对啊。不，他们会人肉，真的有的时候会人肉，也是挺恐怖的。还有一套，对，今天还要拍一套那个什么，放过周周吧，放过周周吧。小时榜第六。吃太饱了，你也不能说他们什么，他们就他们往上咄咄逼人，其实